两个偷瓜贼。哎，你怎么又来了？我怎么不能来啊？不是，你怎么叫到这里来了呀？我远远的看到这里有两个偷瓜贼跑到别人家偷瓜，所以过来问一下。这是我舅舅家的。是你舅舅家？对呀。真的假的？真的呀，我带你过去看一下嘛。那好吧好吧，那误会你们了。那你舅舅在哪里啊？我舅舅不在家，我舅舅去山上了，我舅妈在家。你舅妈在家？嗯。哦，那我要核实一下，是不是真的偷瓜？你看嘛，我舅妈在家的嘛。这个是你舅妈？对呀、啊。骗人的吧？这么年轻。没有。骗你干嘛？小姐姐，你真是他舅妈吗？对。你多少岁啊？哎呦，害羞啊！我看着有点不像哎。真的是我舅妈。哦，这样啊。对呀、啊。那你们怎么突然想起来来这个山上来玩啊？我们来这个山上那个喂牛，然后顺便来这个舅舅家里面耍一下。哦，这样啊。对。姐姐今天打扮得好漂亮。没有没有。你们坐着吧。好好好好。好。那个等我一下，我车上有点东西我给你提过来。没事不用买东西，这里有这啥都有。没事不用买。我刚好就是有一点东西我给你提过来，你稍等一下啊。Hello。啊，我又来了，那个我买了一点点东西啊，买一点东西，然后提过来，刚好看到你舅妈家有小孩，啊，这没事没事，拿着嘛，拿着给他们吃嘛，没事没事，好好好，我先坐一下，好，哎呀，你们这山上还挺凉快的啊，来，我去切水果，哎呀，太麻烦了太麻烦了，来给他们一起吃一点吧啊，好，我去洗一遍了，好。哎，你怎么没出去打工啊，妹妹？我爸不是出去打工了吗？然后呢，我们家里就帮父母分担一下嘛，就家里也养了20多头牛。20多头牛啊？嗯。真的假的？真的呀。哦。在家喂牛嘛，出去打工还不如在家里面。哦，不觉得很浪费吗？嗯，不觉得呀，在家放点挺好的呀。哦。王哥，好的好的，妹妹。来坐那子。我的年龄应该你叫我叔叔了。坐嘛坐嘛，那里有板凳坐。好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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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你们也吃嘛，你们也吃嘛。哎呦，谢谢谢谢，哎，给舅妈拿一点过去吧。嗯，好。坐嘛坐嘛，那里有板凳。好好好好。哎，妹妹。啊。你姐姐是不是真的单身了？真的呀。那她喜欢什么样子的？这个你得问他呀。那好好问一下。哎，小姐姐、哎、你喜欢什么样子的？哼，哎呀，没什么的，不要害羞嘛。好害羞啊、哦、不说。你说订婚了吗？没什么不好意思的。来，这里有块西瓜吃吗？好，谢谢谢谢哈。你在这里坐一下，我们两个去把山上那个牛喂一下。哦，那我跟你们一起去吧。没事，你在这里坐嘛。哎、我去看一下嘛，我去看一下嘛。滑了呀。没事。那走吧。好的，好的。哎，妹妹，你们这拿的是什么？这个是玉米壳呀。玉米壳呀。啊。这拿过去干嘛？拿过去给喂牛呀。哎呀，你们这满山遍野的青草，干嘛还要给它吃干草啊？哎，这个是留到那个冬天喂的嘛。冬天的。啊。啊，你这里面养了多少头牛啊？20多头。20多头啊？嗯。啊，那牛呢？怎么没看到牛呢？牛在山上。还在山上啊？啊。哦。哎，你今天怎么过来的？啊，今天过来看看你们。嗯、我们有什么好看的啊？这不是青山绿水的，挺好玩吗？还有这么多美女。哇，这么多干草都是你们囤的呀？对呀、啊，昨天晚上弄过来的，有些事。哦，你们就是没有出去打工，就是在家里面专门喂牛啊？对呀、啊，反正出去的也挣不到啥钱。哦，还不如在家呢。哦。哎，王哥，我们去我们舅舅家煮饭吃嘛。哎呀，不要了，太麻烦了。没事，他们都好好客的，走吧。不用了，真的。没事，我有事，我就先走了。
没事，吃了饭再走嘛。改天去你家吃饭好不好？没问题。好好好，那舅舅家我就不去了啊。没事，来嘛。不了不了不了，我走了哈。嗯。来，拜拜了哈。拜拜。